黄慧丹的平衡木。阿拉伯空分 F 组，掉下器械的这个动作是挺身前空分，后手分180前软分。侧团后直900下，这就是阿拉伯团身空翻，向后跳起，转体180前空翻 F 组。今年我们看到女队在平衡木项目上高难的空翻，就是 F 组以上的空翻，能做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，这是个很可喜的现象，非常标准规范的仰跳，头和脚能够相连。因为掉下器械，成绩是13.350。